王锡明前左八一建军节前夕，部分解放军军籍以上人事变动和军衔晋升消息陆续获官方媒体披露。据甘肃日报八月二日报道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幺周年到来之际，甘肃省于七月三十一日在兰州举行座谈会，党政军领导齐聚一堂，共庆八一建军节，共商军政军民团结大计，共叙军民鱼水深情。省领导林铎、唐仁健、欧阳坚、孙伟、马廷礼、宋亮、李元平、陈清、王嘉义、王喜玉、于建、常正国及张建昌、陈伟出席座谈会，驻甘部队领导何卫东、张建胜、徐德清、许振华、王锡明、周一山、张福基、王文清、蒲永能、朱建斌、张科平、王双喜、马晓明、潘吉慧、王学武、魏泽刚、倪永胜、张英银、魏凤同、高步明出席座谈会。此外，八月一日晚，甘肃卫视、甘肃新闻视频画面显示，王锡明少将佩戴正军级资历章以及陆军臂章，出席了上述座谈会。据此前公开报道，王锡明长期在国防大学服役，曾担任过国防大学防务学院政委、国防大学政治部副主任、党委政法委副书记、政治工作部主任等职务，少将军衔